风速太强也是不利飞行吧？这是夏天的滑翔机，没有风飞的，比较适合没有风这样。不过、这样也飞得蛮好的，还是你技术比较好？没有啊，就翅膀有补强啊。可能夏天飞是 OK。那天来风太大，翅膀折断，然后补一补。对，你说橘色的那个部分是补掉？前后有加碳棒，反正只有中间一根。哦，碳棒。